全球侨务委员会议即将在10月19号到22号在台北举行，旧金山南湾地区有7位侨务委员与侨界人士代表将会返台参加会议，因此湾区侨界也举行了侨务工作座谈会，希望可以汇集建言，借此帮助侨务工作能够越来越顺利。为了迎接即将在10月19号开始一连举行3天的全球侨务委员会议，驻旧金山办事处处长傅正刚在金山湾区侨教中心亲自主持了旧金山湾区侨务工作座谈会，当地侨领分别就侨团联系、侨教、侨商及侨生等议题提出建言，让参加侨务委员会议的7位侨务委员与侨界代表能够把当地侨务现况反映给国内。金山湾区侨教中心主任吴玉华、副主任苏尚杰也列席记录。以对侨团的这个需求来说，对我们全体的侨胞，在海外的侨胞能够借这样的座谈会啊，然后大家的意见呢，借着一年一次的聚会，把它做一个交换，同时做一个意见的中整，作为国内做参考，作为全球侨务会议的一个开会的一个重要的项目。它的重要性来讲是非常非常重要的。今年侨务委员会议主题为勤诚服务，开创侨务新局，汇聚侨力，共策国家发展，还有多项新格事项，例如为推动减碳环保措施采无纸化会议，结合华侨节活动、国事建言行动拜会和金侨奖颁奖典礼等变革。侨务委员林桂江、沈慧、王维、陈松、叶云和、林申颖以及多位侨务荣誉职人员在3个小时内集思广益。林桂江提案希望侨胞返台时能够亲自前往遭受馊嘴油事件影响的店家，表示支持并加油打气。王维则提出希望台湾宏观电视能够多多报道侨胞在海外为中华民国做了哪些事。我们湾区对于侨团、侨界以及侨委会的政策啊方面有没有一些建言呢？我们想凝聚一下，希望呢大家提供一些意见。这场侨务工作座谈会适时传达侨委会政策，也听取侨界对政府的建言，汇集当地侨情。座谈会后，傅正刚处长也与南湾侨界进行查叙，收集大家对侨务与外交工作意见，并希望侨界继续支持政府及经文处的各项业务。台湾电视黄本初、美国盛和熙采访报道。